尊敬的诸位领导、诸位嘉宾、诸位大德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越南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院的热忱邀请，希望我。 有机缘来到物产丰饶、人民勤勉、山河秀丽的贵国拜访，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与感激。越南自古以来与中国有深厚的。 交往，在文化上有深刻的交流。回顾这些历史，让我们感到彼此有如亲友一般的亲切温馨。我非常希望亲自前来贵国观摩学习。 但是由于我的年龄已经九十二岁了，体力大大的不如从前，所以此事一再耽搁，我感到非常遗憾。去年年底，我大病一场。 元气损耗不小，令我感到不能不在弘法活动方面加以节制。加上几位医师也一再交代我，必须避免过劳，才让我开始真正重视这件事。 今年我在欧洲有一些活动与任务的安排，必须两度前往英国与法国，而且本月中旬就必须前往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参加会议。于是。 拜访贵国之行，只好再一次延后。我对此事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为了不令贵国关心与爱护我的人感到太过失望，我诚恳地录制这一份讲演，以期稍微弥补我。 不能亲身拜访贵国的遗憾，也希望借此征得诸位的慈悲谅解。非常感谢大家。宗教研究院给我的讲题之一是如何使社会安定、和谐统一、世界和平。 这是全球人民都普遍关心的话题。我想以个人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与例行实践方面一点心得，供养给大家做参考。不足之处，还请大家多多指教。普世教育。 促进社会和谐。今天这个时代，科技进步，经济发达，物质生活丰厚，但是人类的精神文明不但没有同步提升，反而是在走下坡。现在的社会。 是人心浮躁，道德沉沦，人们往往只顾自私自利，不顾他人，甚至为了争名夺利而损害他人，于是造成社会的种种动乱。如何才能促进社会安定与和谐？中国最早的教育。 专注。礼记》《学记》里面有答案：“建国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意思是，若要治理国家、安定人民，第一要务就是推行道德教化。这种道德教化，我们称之为。 普世教育，以下，仅就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，这四种普世教育进行阐述。一、伦理教育。中国古人将伦理教育归纳成五伦。 也就是五种正常的人际关系，无能的根本在家庭。记得二零零二年，我应澳洲当时移民部兼多元文化部部长菲利普·卢托先生邀请，移民到了澳洲。 目的是帮助澳洲政府团结族群、团结宗教。于是，我和布里斯班的昆士兰大学和格里菲斯大学教授们时常交流。那时，美国“九幺幺”事件刚发生不久。 大家都在为如何消灭战争、维护和平而出谋划策。教授们问我的意见，我告诉大家，这就像治疗疾病一样，必须先找出病根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同理。 要消灭战争，必须先找出战争的根源在哪里。我说，事实上，战争这个根源在家庭。他们听了都觉得很压抑。为什么战争的根源在家庭？我告诉他们一个，从一个。 极不和谐的家庭出来的孩子，你怎么能期望他在他入社会的时候能够与别人和睦相处？他们听了都觉得有一点道理。因此，健全的五伦关系对社会和谐。 非常重要。以下就为大家简单介绍五伦。这个顺序是按照讲述的方便来排列。五伦中第一这个关系是父子有亲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爱。 是出于天性的。我们观察出生三个月以内的婴儿，他还不会说话，没人教他，但是从他看父母的眼神，一切，父母看他的眼神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。 亲子之间这种天然的亲爱，这种爱是没有条件的爱，是真正的爱。伦理教育的目的，就是要将这种纯真无私的爱永远保持下去，一生不改变，并且要发扬光大。 去爱一切人，保持的方式就是无伦啊。首先是父慈子孝，父母对子女要慈爱，子女对父母要孝顺。中国有一句谚语说的：“不善孝为先”，孝道非常重要，是一切善行的根本。 能够孝敬父母，一切的善行才有根，才是真实而能够长久的。父母应该从小就教导子女如何行孝，《弟子规》里面有具体的方法。最重要的是，父母必须做出身教的榜样。 母亲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，教育从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，因为胎儿已经在学习怀孕期间，母亲必须谨慎自己的身、口、意，一切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 都必须端正，呵护伦常道德的要求，尤其必须恪尊孝道。这样的胎儿，并受了正能量的熏陶，出生之后就有正气与正念，很容易受教养。 婴儿出生之后的一千天，三年是教育最关键的阶段。小孩身边所有的大人，都必须做出正面的好榜样，言行要符合《弟子规》的规范。所有一切不善的言语和行为。 都不能让小孩接触到，这样保护小孩。三年之后，小孩就具备了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。对于善的言语行为，他会接受；对于不善的，他会远离。三岁奠定这个基础，到了八十岁。 也不会改变。这个人就是一个合格的善人。现代社会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，那就是人们被物质欲望蒙蔽了天性本有的德行，所谓欲令智昏。 正如古人所说的：“其失于深者，其天机浅。”本来，父母对子女具有天性的慈爱，现在竟然有母亲沉迷于手机游戏，弃婴儿于不顾，甚至当婴儿大声啼哭，影响到母亲玩手机时。 母亲竟然将婴儿掐死，继续的玩手机。在古代，亲子之间互相残杀的大逆不道的案件是很少发生的。但是在现代，人们的理智受到严重的蒙蔽，亲子相残的事件。 竟然是屡见不鲜，这是连畜生都不如的行为。中国故事《左传》中说道，人，气场则要挟。这竟然成了现代社会的写照。现代人欠缺伦常道德教育，结果做出。 背离猎人的思想去了，这个社会就变得妖孽猖狂了。现在、啊、我们必须努力提倡伦理道德教育，将这种恶劣的风气扭转过来，否则伦常道德一旦丧失，社会将陷入。 黑暗时代，人类将生活在痛苦之中。五伦中，第二种关系是长幼有序，兄弟姐妹之间要按照长幼顺序来行礼敬，兄姐爱护弟妹，弟妹尊敬兄姐。 推而广之，就是要尊敬一切长辈，爱护一切晚辈。在学校里，就是要尊敬老师，友爱同学。师道非常重要，其重要性仅次于孝道，父母。 给予我们生命，老师给予我们慧命，能够尊师重道的人，才能在道德学问上真正有成就。现在很令人忧心的现象是，许多学校采取了商业化的经营模式，这样一来。 学校变成学店，老师变成员工，一切都是以经济效益来考量，甚至老师们不再严格要求自己，在道德和学问上成为学生们的楷模，于是没有了师道的尊严，这也就很难要求学生们尊师重道。了。 现在的情况，恶化到有些老师泯灭良知，上课时不认真教学，却要求学生们参加课后补习，老师借此赚取补习费。有些幼儿园老师为了避免幼儿吵闹，竟然给幼儿。 打镇定针、服镇定剂，有些地方甚至还出现性侵害、性虐待的令人发指的变态行为。这些消息非常令人震惊。此类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。 让我们不得不反思问题的所在。我们可以说，一切问题的根源都是由于缺乏普世教育缘故。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是社会教育的基础。如果这两个基础教育没做好，社会教育。 就很难成功，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改变学校的经营理念与模式，要符合普世教育的精神，同时要提升老师们的道德涵养、奉献、学为人师、行为示范的准则，才能扭转。 这个退推是五伦当中第三种关系，是夫妇有别。夫妇之间要分工合作，一位负责家庭生计，另外一位负责子女教养。夫妇关系是五伦的起点，有了夫妇关系，然后才有。 父子关系，然后才有兄弟关系、君臣关系、朋友关系。所以，夫妇关系的好坏，对社会安定起到最关键的影响。夫妻关系好，其他四种关系也会跟着好；夫妇关系不好，其他四种关系。 也会因而产生障碍。现在，世界各国的离婚率都在攀升，这对于社会安定非常不利。夫妇关系需要好好经营，彼此要以情义、恩义、道义互相对待。 中国古代的婚礼非常隆重，里面有许多繁琐的步骤，而每个步骤都有其道理与意义，都是教导新人日后如何经营婚后生活的智慧。这里面也在教育新人，婚姻绝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已。 二是关系到双方的家庭，也关系到家族未来的延续，所以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。对结婚有足够的重视，日后就比较不会由于遇到种种不如意而轻言离婚。 现在许多媒体上，往往出现渲染色情的内容，这种情况严重地染污了大人或小孩的心。这些现象使得社会风气急剧变坏，同时严重地影响家庭的夫妇关系的正常发展。 外遇事件是导致离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。当夫妇之间有一方不能忠于对方时，婚姻就出现危机，家庭生活就受到严重的干扰。如何才能维系正常的夫妇关系，以稳定家庭生活？ 这是现代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。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色情诱惑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接触，因为一旦接触了，就很难不陷溺于其中；一旦陷溺了，就很难自拔。 其结果往往是身败名裂，甚至于家破人亡。我们常说有两种人能拯救世界，也能毁灭世界。第一种，国家领导人，因为他有权；第二种，就是媒体人。如果媒体播出的内容， 是正面的，那就是在救世界。如果播出的内容是教人杀到阎王，那就是在毁灭世界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媒体多报道道德、仁义等正面的内容，少报道负面的。当然，最好是。 完全不报道负面的信息。五伦中，第四种关系是君臣友谊。这是说，社会生活当中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，必须以道义来维系，要把道义看得比利益更重要。上级。 善待下属，下属应效忠上级。上级要扮演君臣师的角色，在事务上是领导的角色，带领下属做好本分工作。在生活上是父母的角色，真心关怀下属。在道德学问上是老师的角色。 教导下属如何为人处事，上级能在这三方面以身作则，做出好榜样，上下级的关系就会良好。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中国周朝的战国时代，啊，有一天孟子。 去见梁惠王。梁惠王第一句话就问孟子：“是否有办法给自己的国家带来利益？”孟子的答复是：“大王要讲求道义，怎么能只讲利益呢？”孟子第一句名言是。 上下较真理，而国危也。一个国家如果从高层到基层都在争夺利益，那么这个国家就危险了。利益并非不能追求，但是一定要把道义摆在优先的地位。这样的社会。 才会安定和谐。现在社会上，人们追逐名利的情况很严重。员工往往一看到有待遇更高的工作机会，马上就改换工作单位，完全没有顾念原先的公司花费了多少精神栽培自己的。 这一份恩德，这种见利忘义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。人类社会必须注重道义，社会才会井然有序。如果人们普遍背信弃义、损人利己，这个社会…… 就会变成一个祸害型的社会，最终甚至于可能造成社会机制瓦解。所以，道义的教育非常重要，必须教育人民注重道义，将道义看得比利益更重要。 必须让大家了解，利益大众才是真正利益自己；损害大众，最终是损害自己。无能，最后一种关系是朋友有情。朋友之间要讲究诚信，诚信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德行。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非常注重诚信。一个人如果被人发现不诚实，就很难在社会上立足。同理，一个公司如果失去信誉，也很难再蓬勃发展。我们。 有这样的实践案例，就是将中国古代大家庭的模式在企业中落实，成为幸福企业。公司老板就是大家长，员工们都是兄弟姐妹，大家相亲相爱，在企业当中落实伦理道德教育。 做得很成功。新加坡有不少企业也学习了这样的经验模式，结果都成效显著。二，道德教育，道德教育的条目很多，最基本的不外乎五常。 仁义礼智信，这是每个人自信本有的素质，也就是属于良知良能。信在前面已经讲过了。关于仁义礼智，孟子说。 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外说。 我也，我固有之也。意思是，每个人都有同情心、羞耻心、恭敬心、明辨是非的心。同情心就是人，羞耻心就是义，恭敬心就是礼，明辨是非的心就是智。可见。 仁义礼智，并不是由外界送给我们，是我本来就具有的。然而，这些人人本有的这些很容易因外界的染污而受到蒙蔽，所以需要教育来唤醒与保持。 孟子有数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修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人之端也；修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四端也。” 悠悠尤其有实体。意思是，如果没有怜悯同情的心、羞耻、惭愧的心、谦辞、礼让的心、明辨是非、善恶的心，就不能算是一个人。 怜悯、同情的心是人的开端；羞耻、惭愧的心是义的开端；谦辞、礼让的心是礼的开端；辨别是非善恶的心是智的开端。一个人有仁义礼智这四端，就如同身上有手足四肢一样。 有这四种德行，才算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。关于孟子的心善说，我们有很深刻的体会。从两千零三年开始，在昆士兰大学、格里菲斯大学的推荐下。 我代表大学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。我多次在会议当中发表主题讲义，告诉大家，伦理道德教育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。会后，有大使告诉。 说我讲的很好，但是这是理论，做不到。我听了犹如凉水浇头一般，很失望，并且我意识到，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危机，其实就是信心危机。大家对伦理道德。 丧失了信心，怎样才能让大家建立信心？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做实验，必须做出榜样来，大家才会相信。两千零五年，我在家乡做了为期三年的实验。 我们办了一个教育中心，推广伦理道德教育。我本来以为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才能收到效果，没想到三四个月就成效卓著。成功的关键在于我们要求老师们自己先做到《弟子规》的一百一十三桩事。 然后才去教导别人。这个小镇有四万八千居民，大家接受伦理道德教育之后，良心发现，小镇风气产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，离婚率和犯罪率都大幅下降，家庭关系变得和睦。 邻里之间变得和谐了，道路变得整洁了，商店里面偷窃的现象消失了。有一位外地来的客人将钱包掉在出租车上，出租车司机拾金不昧，将钱包送到警察局。失主收回钱包之后。 取出两万块钱酬谢出租车的司机，没想到司机拒绝接受。司机说：“你不用谢我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如果是从前，我会私吞了这些钱，不会还给你。但是现在，我接受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明白了。” 什么才是正确的做人的道理？所以，我不会贪取非分之财。不但我会这么做，我们镇上每一位出租车的司机都会这么做。这个实验成功的证明了人性本善，人是可以教的好的。关键在于是否。 得到正确的教导，是否得到听闻伦理道德的普世教育？由此可知，伦理道德教育确实能够端正世道人心，实现和谐社会、利益家邦。三、因果教育，善有善报。 恶有恶报，因果报应是真实不虚的。这种因果法则在东西方文化与宗教里面都有。人们如果能够深信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就会积极的积德行善。 而不敢为非作歹，所以英国教育的功效是很大的。可惜现在很多人只相信科学已经证明的东西，对于科学尚未证明的事理，往往保持怀疑，甚至否定的态度。 他们看到行善的人没有马上得到善报，做恶的人没有马上得到恶报，就认为没有因果报应这回事。殊不知，从因到果是需要时间的，就像在田里播下种子之后。 需要一定时间成长，才能开花结果。如果这些人能够将眼光放长远，看到十几年或者几十年，他们就会发现，因果报应确实丝毫不爽。因果报应的例证有很多。 中国有个很有名的案例：明朝有个人叫袁皇，他年轻的时候遇到一位会看相的老人，给他预言了他一生的命运历程。结果在那之后的二十年当中，每个预言。 都应验了，所以袁华就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没什么好再想也没有必要去特别努力了。后来他遇到一位禅师，教他改造命运的方法，他照着做，每一天他都努力。 断卧修善，改正自己的习气毛病，结果他的命运开始转变了。老人的预言开始不准了。本来他没有考取举人的命，后来不但考取了举人，还考取了进士。本来命中没有儿子，后来生了两个男孩。 本来，他的寿命只有五十三岁。后来延长了二十一年，他活到七十四岁。他把他第一生改造命运的经验和心得，写成一本家训，名叫《了凡四训》。这本书著名的好书，在日本也备受重视。 由上可知，遵循因果法则，努力断卧修善，确实能趋吉避凶，也能改造自己命运，心想事成。英国教育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普世教育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实验，主要的就是道德讲堂。 教子讲堂的做法，是在一个不受外界干扰的安定环境，专注学习伦理道德、英国教育。每期七,七天，七天当中，绝大多数的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原本无力的孩子变得孝顺，原本暴力的人。 变得和谐了。原本贪婪的人变得知足了，原本要离婚的人变得和好了，原本行为恶劣的人变成积极行善的人。在三年之间，成功的案例达到数万例之多，现在还不断的增加。 道德讲堂之所以成功，主要是在于其中的因果教育、伦理道德的教育，让人羞于作恶；因果教育让人不敢作恶，后者的效力大于前者。伦理道德教育无法让某些人良心发现，但是。 当他们接受了英国教育之后，就不敢再造恶了，而是努力积德行善，因为他们明白了此事关乎自己未来的苦乐与命运，是宗教教育。 世界上主要的宗教都是爱的教育，都教人要爱人，不能害人。例如基督教说：“你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你们；你们也应该彼此相爱。”伊斯兰教说：“安娜确实是智数。 佛教授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，因于众生而起大悲，因于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觉。西克教授，我心中珍惜超过一切的，那是爱。它使我在尘世享有永恒的生命。 巴哈伊教授与人性的尊严相匹配的美德，乃是能以容忍、慈悲、同情和友爱，来对待地球上所有的民族和众人。印度教授愿在所有人眼里，我都是朋友。 愿在我眼里，所有的人都是朋友；愿我们，在个人眼里都是朋友。儒家说：“凡是人，皆需爱。”天同福，地同在。道家说：“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悯人之孤，容人之过。”我们今天希望。 促进世界和平，从哪里下手？就从促进宗教团结和振兴宗教教育下手。一九九九年，我用佛教的四摄法——布施、爱与、利行、同事，帮助新加坡九大宗教团结成一家人。我们时常。 互相交流，互相参加彼此大型的宗教活动，共同致力于振兴宗教教育，彼此互相学习，这对新加坡的社会安定和谐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，所以我们受到新加坡政府的表扬。二零零二年起。 我们在澳洲图文巴促进宗教团结与振兴宗教教育，十多年来获得了很好的成果。现在图文巴十几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，时常在一起开会活动，同时也轮流。 在广播电台上播讲宗教教育的节目，他们还从各自宗教的教义中择路精华三百六十小段，合刊在一起，名为《宗教经典三六零》，互相学习。去年三月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。 九位大使代表到图恩巴考察访问，结果很受感动，认为图文巴确实落实了宗教团结与社会和谐。去年九月，这些大使在教科文组织国际和平大会上发表参观图文巴的感言，让许多人听了。 信心大增。如果世界各地都能成立这样的宗教团体示范区，做出和谐的榜样，相信将对世界和平的推展大有助益。大师们，还为我在教科文组织里面申请一个办公室。 取名为“惊恐之优势。我们希望好好善用这个平台，来推展宗教教育、宗教互相学习与宗教团结。希望以此方法来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。以上四种普世教育对当今社会非常重要。 如果贵国能培养十几位很好的老师，在电视台和互联网上宣扬这四种普世教育，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，让全国人民都能够学习，相信不久就会收到很好的效果，社会会越来越安定。 越来越和睦，睦邻团结，共建和平。我们在《大月史记全书》里面看到这样的记载：神龙氏之后，地名得物仙女而生。 敬仰王是为拜月的始祖。王娶神龙女，生火龙君，君娶帝来女，而生育有百难之乡，此起，所以呢，照乎月之。 即显示，贵国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来自同一个祖先，而且在古代很长一段时期，贵国人民在儒释道三教都有很深厚的造诣，出现过很多杰出的圣贤君子。 与专家学者，而且两个在文化方面曾经有很深入的交流。回顾过去，贵国和中国、韩国、日本都属于汉字文化圈，都曾经使用汉字文言文作为书面文字。 并拥有传统文化的大量典籍宝库。包括上个世纪，世界上著名的历史哲学家、英国唐恩比博士曾经提出这样的建议：中国、越南、韩国、日本应该团结起来，共同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。 我们很佩服汤恩比博士的远见，所以在这个机缘里，也把他们的建议提出来，供诸位参考。毕竟现在科学、科技进步、交通发达，全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地球村。 地球村的村民都应该团结起来，和睦相处，共同为构建美好的家园而努力。综上所述，使社会安定、和谐、统一、世界和平的方法，就是推广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。 这四种普世教育，贵国人民相对淳朴，所受的污染也比较轻，相信推展起来会比其他国家容易。必须，陈着现在人性还没有完全泯灭,灭，道德。 还能重现光辉的时候，努力推展普世教育。希望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，人类社会会变得越来越好，世界和平的美好愿景也能顺利的实现。在此，祝福诸位身心健康，六时吉祥。 祝福贵国国运昌隆，国泰民安、啊。祝福世界安定和平，永续大同。谢谢大家。